干眼症以前主要是老人才会得的病，但是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，干眼症患者年龄层也跟着下降。根据统计，国内一年内干眼症就医人口就多出了8到10万人，其中以常用3C 产品的20到29岁族群，以及50岁之后的熟女居多。现在全台湾大约有184万个干眼族，医师建议少用3C 产品，也要多眨眼，让泪液来润滑角膜，以免干眼症找上你。